他的后退进程。那么其他的后退进程呢，都一般都叫可选的了，比如说归档进程。那么归档进程呢，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由于我们的联机日志里面的内容呢，都是按照顺序循环的方式书写，那么在这个循环的时候呢，会把里面的内容呢给覆盖掉。那么覆盖的内容呢，对吧？如果把保留下来怎么办呢？就需要归档进程去把我们的这个联机日志内容呢备份到我们的归档文件里面去。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归档进程了。而归档进程呢，对吧？要打开呢，就需要呢打开我们的数据库的模式，叫归档模式。那么这样才可以保证的这个日志呢，啊，这个日志呢，啊，生成，啊，生成。OK， 下面简单演示一下关于我们的归档进程，对吧？怎么来把它给启用啊，以及怎么把这个归档进程呢给跑起来啊？下面来看一看。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这个进程有没有，是吧？叫做 ARC， 是吧？没有。没有，所以这个进程呢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数据库不是归档模式，对吧？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是不是归档模式。现在是非归档模式，所以我们需要把数据库关闭，关闭，然后呢再将数据库启动到 Monty 状态。然后呢再打开数据库的模式为归档，这时候再把数据库给 open， 那么这样我们的数据库呢就变成了归档模式了，归档模式了。 OK， 这时候我们的进程呢也就会出来了，归档进程就有了，对吧？归档进程，看到吧， ARC ARC， 当然这个当中你看到有很多很多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参数呢定义的归档进程跑多少个。对吧？这里改的太大了，我把它改小一点。这是我们说的归档进程呢，对吧？归档进程，对吧？归档进程。啊，我们可以切日志，那么这个日志切完了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我们的归档进程呢，把日志给归档啊，归档下来，对吧？归档下来。那么归档到什么地方的呢？对吧？归档到什么地方的呢？你可以通过去查看。啊，查看你的系统当中的啊，系统当中的一个提书的目录，下面就可以找到这个归档的文件存放的路径。这个文件在什么地方呢？在这儿啊，这儿。那么这个路径就是你的目录了，在这个下面你可以找到的库名的大写，后面呢可以找到一个 octave logger 年月日，这下面生成的文件，在这个下面呢就可以找到你的归档日志啊，归档日志，对吧？这就是这个目录下面归档日志，往这个下面放啊，往这个下面放。这样我给你起一下，让你感受一下，对吧？感受一下。看到吧，这里归档日志啊，归档日志的路径，这下面就可以看到有日志生成了。比如说再来切一次日志，现在你看到又多了一个了，对吧？如果再切一次呢，它又会多一个啊，又会多一个，看到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日志啊，日志。
什么日子呢？归档日子，这就是归档模式了，也叫我们的扣选后的进程 ARC 啊 ARC。ARC， 这就是归档进程，对吧？那么归档进程要跑多少个呢？由这个参数来定义的。对吧？由它来定义的。那么在有很多时候呢，这个进程呢都可能要加大，比如说在有些时候呢，归档进程忙不过来的时候，那导致呢这个内存的数据呢还没有写入到磁盘，这个时候呢它一直在等，对吧？毕竟内存快，磁盘写入慢。那么有很多时候呢，就需要打开多个归档进程来完成我们的日志的归档的操作，这样呢就可以保证呢我们的这个内存当中的数据尽可能的写入到磁盘去啊，写入到磁盘去。所以很多时候有可能调整这个归档进程啊，调整这个归档进程，对吧？那么这个参数最多可以写多少个呢？最多只能写到30个，不能超过30个。如果你在修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会报错的，如果你超过了它，最多只能跑30个。必须是一到三十之间，这就最多只能跑三十个，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归档进程，对吧？的个数啊，的个数。OK， 那么的归档进程呢，主要就是说的保留我们的联系日志的内容到归档路径啊，归档路径，这就是我们的可选的或者进程当中的这个归档进程了。那么还有一些进程也是可选的啊，可选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PMM。对吧，并行的进程 ,DMM, 调度器的进程 ,SMM, 对吧，共享服务器的进程 ,MMAN, 内存管理进程，在实际当中的自动内存管理打开的时候就会生成这个进程。还有 MMON, 内存监视进程，性能调整当中进行统计信息收集的时候呢进行做快照就需要这个进程。RECO 的进程，分布式的恢复进程，还有 JMM, 自动作业的任务的进程。对吧 ,J000, 对吧 ,J000, 那个 NN 就代表 number 啊，这个 NNN 代表 number, 小 N 代表 number 啊 ,CJQ0, 任务调度进程，对吧，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去唤醒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这些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进程了。那么当然这些或者进程的全称的这些呢也简单的给你列举了一下，让大家呢有个简单的认识。那么在 Oracle 11G 里还有更多的后台进程，对吧，更多的一些后台进程。那么在 Oracle 11G 里面可以看到还有很多很多的后台进程，对吧，这些都是一可选的，比如说待久啊，待久。那么这些自我诊断的进程呢，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断空间管理的这个进程呢，对吧，等等等等，对吧，有很多很多的进程在里面，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可选的后台进程，对吧。 OK，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用再啰嗦去讲述这些后台进程了，对吧，啊，你要知道五个进程是重要的，其他进程都是可选的啊，可选的。那么在考 OCP 的人呢，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11G或者11G里面新增加的一些后台进程，特别是我们的与内存数据收集啊，还有性能数据收集相关的进程，也就是说我们的 MMON 对吧 ？MMAN 对吧 ？AN，MMNL， 那么这些进程对吧的一些作用对吧？你要了解一下。那么在 OCP 考试呢会碰到这些啊，碰到这些的。OK， 那么的可选的后台进程，那么就啰里啰嗦的说到这点地方了，希望大家呢对吧，重点的关注我们的归档进程，对吧，重点关注归档进程，包括归档进程的模式的打开，还有我们的归档进程最多可以跑多少个，对吧，在项目当中对吧跑多少个，对吧，要注意一下就行了。